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王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尼尔手游哈。今天这一款尼尔手游在今天这个今天几号啊？干我看不到，反正今天正式上线。然后各位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，对这个尼尔这款 IP 非常有兴趣的，自行打这个金蛋好玩的游戏哦。或者是你直接这个我头上应该是头上没错吧？我现在看不到，头上有那个 QR code 哈，这些 QR code 扫起来就可以下载我们这一款尼尔的手游了。好了。这个带的这个不用玩了那我们在玩之前就先给大家看一段影片了。我个人觉得尼尔的影片蛮多都做的还蛮精致的。首先大家如果当初你在玩这个尼尔手游一开始的时候，就会有先一段影片，我们都可以到图书馆看。ここは刑事っていう場所なの？嗯，好可爱的声音。さあお待ちかね。夢の。这一款是尼尔系列首款手游。うんざりするね。私たちは管理されて暮らしている。この体も感情すらも自由ではない。好了，反正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这款尼尔手游，就是你在前面里面你会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可以去游玩，然后故事里面会有一些类似影子的东西，你得去想办法改变故事里面的这个剧情。大家基本上前面几张体验完，大家就知道。然后尼尔这款游戏，我个人觉得剧情蛮重要的，所以建议各位在玩这款手游上面来讲的话，尽量绝对。不要跳过剧情，因为剧情真的写得不错，而且很治愈，音乐又好听，所以建议大家在跑前面的主线剧情来讲的话，尽量都不要跳过，慢慢的体验一下游戏里面的剧情。评价站来了，出发，第一个十连，希望能抽到这个 A2O2B， 真的来体验一下。哦，这个门有料吗？我记得门是不是要金色的？妈妈，这里有视信吗？妈妈？哦，哎，紫色是视信吗？所以我无敌了吗？哇，来了第一只、天使圣翼，我这游戏视频几率好像5%，来吧 A 兔，敢不可能三只都没补到吧？你的几率就很高哦，这个不可能一个都没补到，谢谢大家，带走。哦，金色的门是不是有金色的门？妈妈，我看到了，谢谢你一个来了，来了吗？是妹子吗？哦。嗜血柴刀，哦，又有了！妈妈是这只吗？我还是看不出来。哦，意义的射击手，这代表三星的。来了，各位猜是哪一只？我觉得该来角色了啦，不可能只有武器不给我角色了。嗨，兄弟，你好帅，你也戴眼罩穿黑衣服呢。解锁李昂，哼，原来是李昂。刚刚妈妈问你想要什么，就是有角色，真的吗？妈妈，妈妈只叫我向前。妈妈叫我向前，来了吗？哦，有了吗？白门必定出，谢谢大家。来了，或是哦，太香了。哇，你这不是很懂吗？他这个角度有点强哎。我记得有个任务是要在主画面点妈妈50次，为什么说？这个我刚刚点过100次，然后关注任务看有没有拿一拿吧。感觉就是前面先拿一拿领一领，尽量先练吧，这么都是宝石。三件宝石，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游戏就是有隐藏的小彩蛋。你今天在你这个主画面那边一直戳妈妈，一直戳，一直戳，戳100下，妈妈就会觉得你很烦，把3000颗宝石丢给你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谢谢妈妈，谢谢你。这边进入游戏给大家看一下游戏里面你可以选择 auto， 也可以选择这个自动战斗，也有2倍速。基本上就是你旁边会有2个小刀跟一个大刀，就是基本上你让 auto 让自己打就可以了。重击连斩，斩技。我要看动画。砍烂呢？不是，四星那么强吗？我怎么感觉我这个牛仔练到30等没他们强为什么 A2 才9等 ，A 的比30等还要痛啊？哇，这个 A2 很痛Ben 2502，好，2502，哇，他砍4500你换你一直拿棒子的四星都比那些枪手强，哥，这些枪手很快，很帅李昂吗？机械人流亡者李昂，自动配置。跟我们是不是差个9S就完美了？我感觉少了一个9S好像怪怪的。好，9S来了。哦，一直甩，一直甩，好过瘾这里只能打1800。
然后二 B 撸一撸大概也是2000多而已。那为什么 A two 随便就是？为什么他随便就是一万？是武器类型的关系吗？为什么他痛那么多？我感觉他伤害跟其他人不同等级耶。好啦，剩20抽啦，不然抽完好了。还是各位，这20抽每9S送订阅。怎么感觉送定了？我是30抽哎，来30抽每9S送10分订阅啊！如果有的话 ，P 哥送。来了，最后30抽出发。妈妈，我没有逞强，没事，妈妈收这个会出货，我相信妈妈。我只能说谢谢妈妈。我就这么的欧洲，谢谢。不过这游戏我记得会转今天是不是一次都没有转啊？还是我记错了，他不会转。来了吗？妈妈金门，妈妈，我没有逞强，因为我知道你对我最好，我知道你对我最。妈妈，我好像近视，还是我色盲？妈妈，还是因为我刚刚说我没看过转，妈妈跟我讲了。我刚说妈妈，我没看过转你还是多转两次，谢谢。来了吗？哇哦，妈妈跳出来了！哦，哇哦，妈妈！是不是要送10份订阅了？不可能啊，我的订阅哪这么好送？来9S 海底捞月 ，Onegai， 拜托你了。妈妈等，妈妈你讲这句话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妈妈，妈妈我不喜欢这句话，妈妈，妈妈，有特效吗？妈妈，妈妈怎么？不可能吧，妈妈，妈妈守住我的订阅，妈妈守住我的订阅，转起来！好了，那小弟弟我这边送个10份订阅，那请问被我送了，下个月可以续订吗？我要道德绑架，下个月记得去订一下。好啦，最后如果各位对你有手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，一样进到好玩的游戏，或者拿起你手机或平板，我上面 QR code 扫起来都可以下载我们这一款尼尔首款 IP 制作的手机游戏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下载一下。好，那今天好玩的游戏的时间就这边结束啦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